不是百科连缺都有美好回忆，包括我们的总局、一分局、二分局，还有其他的十二三个派出所，总共就是15座这样。你怎么会想到要赠送消毒粉？疫情其实也还没有趋缓啊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严重。其实我就是嘉义市土生土长的小朋友啊，那刚好现在疫情这样，那我们又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资源，就是有认识到做这些防疫品以及消毒粉的这一些厂商，那我们就想说。警察其实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，加上疫情期间来来往往，其实也很多的民众、很多人，也确保着我们警察就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安全性，所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点点小心意，然后一个有效的、消毒的产品，然后能够让警察在他们工作之余，然后工作环境可以更加的安全。你说你是嘉义市的小孩是不是？对啊，是啊，那个 on 来啊，不容易，来。不能饿少啊！我们就在这里长大的啊，细汉拢伫遮，拢伫少年区啊，拢有爸母啊，读册拢有爸边啊。啊，即摆有较正常一挂啦，啊，正常危害社会嘛是爱弥补得来吧？对，安尼就正常危害社会挺高啦，造成困扰啦。阿春嘉义我们还没有那么严重，赶快前置作业先把它做好。胡叔午安，午安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啊？林北都跳了。现在连警察、都把你当成网红跟直播主哎。啊，你自己对于这个称号有什么看法？林北已经讲过几次了，我不是网红，也不是直播主，也不是实况主，叔叔小鱼，生意人。明白不？我到现在头到小都摸在烧的啊，无代无志讲出这个难题来给我，讲叫我就要宣导这。青少年讲暑假要到啊，青春专案啦，叫伊唔好飙车啦，唔好安尼食酒啦，安尼食薰啦，做车手啦。我跟你想看，我到底要怎来说服嘞？前几天林志颖来看你直播哎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个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，你到底练了没？可不可以试唱一小段、啊？稍微的，小练了。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，有晚上心只有回忆。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的你。你知道这首歌是哪一年诞生的吗？1992啊，多年没出席的、啊。可是为什么林志颖哥哥的样貌跟你看起来却差不多？你怎么看？好黑哦。那个哈、哦、是他保养的比较好了啊，我这个是属于比较有点过手，保养的了。